你把家里都当垃圾场了？喂，那什么态度？你都这样对你妈的吗？你才不是我妈妈。你妈早就不在了。还没有。爸爸说他一直陪在我身边。你妈已经死了，懂吗？你才去死，走开啊！你说什么？人家再给我说一次！这几天你不在啊，我把家里不需要的东西啊都拿去丢了。有些我不知道你要不要留啦，所以就帮你放在想象房里。我没有往回来哦。你不是才刚出差回来，公司都不让你休息一下的、啊。你倒是接了什么大案子？怎么了吗？来，吃点菜。你在干嘛？你现在怎么一回事啊？今天下午的时候啊，就是刚好王阿姨来了。然后就给他吃了些点心。啊，妈忘记你不吃番茄，来吃这个。你现在怎么一回事啊？嗯？你都几岁了？还这样挑食？我没有。没有什么。好了啦，乖，赶快吃。真是被宠坏，我跟你讲。不要那种眼神看我，很碍眼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还给我，那是我妈妈的。住手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我这辈子永远都会待在这里。你还想要继续待下去，就别跟你爸说那些有的没有的。你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没有？都是你的错，要是没有你就好了。
喽，天堂超商新开幕哦，这个给你，谢谢，拜拜。嗨，天堂超商新开幕哦，来，这个给你，谢谢。嗯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我还有我的泰迪熊啊。哦，远雄你好，我是泰迪熊，我们是好朋友。这是我妈送我的礼物，我们约好下次换我送她，可是我还没想到送她什么，她就已经不在了。不在了？那她去哪里了呢？爸爸说她去天堂，天堂是哪里啊？天堂在那里啊，你妈妈在天上陪着你呢。哎，你可以把想对她说的话系在气球上，然后把气球放上去，就可以跟妈妈打招呼咯。在气球上。哇，你看气球飞上去了耶，我相信妈妈一定会收到的。那天色不早了，记得早点回家哦。你怎么都没有看到他？我出门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急什么？他等一下就回来了。老板，请问先生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儿子他今天出去都没有回来，想请你帮我查一下。朱玉祥，七岁，身高啊，大概120公分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跑去哪里啊？过来，你去哪里了？你知道我跟你妈都很担心你啊。说啊！我这委婚的就抱着小去干什么？哎，思雪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坐下。最近能陪他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可是我怕你到时候就更没有心思照顾我们。玉祥，爸爸跟妈妈讨论了一下，现在说先让你去阿妈家住一段时间，等弟弟出生再带你回来好不好？爸爸，你不用我了吗？爸爸，这也是为你好。
爸爸叫你要乖乖的，好吗？你骗人！你说我只要乖乖的，妈就会回来。我一直很乖，为什么妈妈就是不回来？没事啊，妈妈已经不在了。你要去的很大，好吗？你们每个人都说不在了，那他到底去哪里了？我一直找，我好想他，我一直找不到他，我真的好想好想他。他今天不会回来了，我就不做饭，你要吃什么自己想办法。你好吗？对不起，昨天推你。对不起。我知道你很讨厌我，我也没有办法取代你妈妈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伤害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爸最近总是不回来，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也只想有一个家而已、啊。不要哭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我好想你哦。Thank you.